为全方位扩阔 Android 的 Xperia 系列智能手机战线， Sony 继早前针对高阶旗舰手机 Xperia C 后，发布全新 Xperia 系列智能手机，包括针对潮流动感的中阶手机 Xperia SP 和入门级手机 Xperia L， 令整个系列更加完备。其中 Xperia SP 以外形潮流为主调，加入特殊的闪灯元素，更切合年轻一代对外形上的需求。另外 Xperia L 除了价格以入门级定位外，摄影和扩充功能未有因而减弱，同样令预算型用家提供一个不错的选择。Sony Xperia SP 以铝合金边框配合人体曲线工学设计，机面底部特意加入环形透明部分，玩味十足之余，更可以在来电或者播放音乐的时候发出自定义的色彩和闪动方式，令用家在来电或者播放音乐时带来一种与别不同的视觉效果。 Sony Xperia SP 的尺寸为 130x67.1x9.98mm，重量为 155g， 仓 4.6 寸 Mobile Battery Engine 2 屏幕，支援 1280x720 假像度，而且提供屏幕色温调整程式，可根据喜好调校屏幕，十分贴心。手机配备 Qualcomm 1.7GHz 双核心处理器、1GB 记忆体和8GB 储存空间，最高支援32GB 扩充，采用嵌入式2300mAh 电池。拍摄方面，Xperia SP 内建具备 Sony XMORE RS for Mobile 影像感测的800万像素相机，拍摄效果细致亮丽，支援 HDR 拍照和摄录技术，以及 720p 高清影像摄录。为了提供更快速传输体验，加入 4G LTE 和 NFC 传输制式，可以流畅浏览网页和串流影片音乐。在近端和其他配备 NFC 的流动装置的时候，效率更高，配对更为方便。另一款型号为 Sony Xperia L， 以入门级价钱配合优质摄影镜头为主要卖点，备有 XMORE RS for Mobile 影像感测器，提供 HDR 拍照和摄影技术，在低光环境下均可以拍摄细致锐利的相片和影片，创 F2.4 光圈、4X 数码变焦800万像素相机，而且加入旧款数码特效滤镜相片效果和拍摄防震等功能，令手机拍摄效果比同级手机更为优胜。 Xperia L 创 4.3 寸 FWVGA 显示屏幕，支援 854x480 像素，尺寸为 128.7x65x9.7mm， 机身轻巧适中。开关键沿用 Xperia 系列设在左侧中间，而机面下方则设有同 Xperia SP 类似的闪灯设计，来电或者播放音乐的时候亦会闪烁。其他配备方面，手机内建 Qualcomm 1GHz 双核心处理器、1GB 记忆体和 8GB 储存空间，最高支援 32GB 扩充，并加入 Stamina 省电模式优化电量效能，可以为 1700mAh 更换式锂电池提升续航力。据 Sony 表示， Sony Xperia SP 和 Sony Xperia L 建议零售价分别为港币3398元和港币2498元，两款均提供黑、白和红色供用家选择。 Sony Xperia SP 将会在4月26日公开发售，而 Xperia L 将会在5月初公开发售。